弥迦书第六章，你们当听耶和华所说的话。你要起来向大山争辩，让小山可以听见你的声音。大山啊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争辩。大地永久的根基啊，你们要听，因为耶和华与他的子民争辩，和以色列争论。我的子民啊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在什么事上叫你厌烦呢？你可以回答我。 我曾经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，把你从为奴之家赎出来，我也差派了摩西、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。我的民呐、啊，你们要追念摩押王巴勒图谋过什么，比尔的儿子巴兰又答应了他什么，以及你们从石亭到吉架所发生的事，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。我朝见耶和华。 在至高的神面前叩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我朝见他的时候，当献上凡祭，当献上一岁的牛犊吗？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油河吗？为我的过犯，我可以献上我的长子吗？为我的罪恶，献上我亲生的孩子吗？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，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？ 无非是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谦虚、谨慎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听啊，耶和华向这城呼叫，敬畏你的名就是智慧。支派和城里的会众啊，你们要听。我怎能忘记恶人家中的不义之财和那些可咒诅的小生斗呢？ 用不义的天平和袋中诈骗的砝码的人，我怎能算他为清洁呢？城里的财主充满了强暴，其中的居民也说假话，他们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，因此我击打你，使你生病；因你的罪恶使你荒凉，你要吃却吃不饱，因你的腹中常有疾病，你要怀孕却不能生下来，你生下来的。 我都要交给刀剑，你要撒种却不得收割，你要榨橄榄油却不得油抹身，你要榨葡萄汁却不得酒喝。你跟随了暗例的规律和雅哈家一切所行的，顺从了他们的计谋，因此我必使你荒凉，使你的居民被嗤笑，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。